这个别动了，你过来什么风景了吧？过来别走，是吧？你是这地方不是？是。 各位嘉宾，各位领导，往中间一站，往中间一站。哎，节目仪式现在开始，下面有请昌邑市吴帅同学主持，吴凤龙先生致辞。 怀着十分崇敬和怀念的心情，在这里隆重的庄严地举行“tilunjung”纪念碑。节目仪式出席今天活动的有关领导和嘉宾。潍坊市吴县主席赵青先生，潍坊市吴县副主席戚立坚先生。 潍坊市文化观光总会副县长，原潍坊市民政局局长，潍坊市吴县民政主席赵景世先生，丽江长先生在潍坊，安亭，潍坊地区礼节妇女，俺的徒弟们，等候你们看见了今天的节目仪式，潍坊日报。 潍坊电视台、潍坊人民广播电台、潍坊人民广播电台、潍坊电视台的记者，专程前来采访报道。李家昌先生的徒弟们，踊跃捐款，为师傅和为礼纪念碑，以及给予大力支持的李家妇女们，俺两位领导和他们，表示深深的敬意。请潍坊市吴县主席赵青先生。 李家昌先生纪念碑节目，好，放鞭炮。李家昌以地龙敬犬，以基层抗战和汉博、共享英雄会党人民的名进行了报道。潍坊市志和昌邑县志分别表示了激励。李家昌先生武艺精湛，武帝高尚，不仅对武艺有求严格，而且对自身教育也很严格。他的政治理想中，曾在党组织时。 为国灭百部不嫌旧事，不愿小说，因为的国面的扩展很深。不仅自己的上司是潍坊同僚，徐介德荣多次夺得一名在村夺命突击，在潍坊吴县倡议吴县举办的无数介德荣，也夺得了夺命金牌。今年经过积极推动，并成功申报，李龙井矿已被潍坊市人民政府。 专为李子皮潍坊市文物资源获奖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上午好！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，在这里参加为我的爷爷李建堂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，缅怀他老人家为无数事业做出的贡献。抖音。